的点评就在五九一，欢迎收看五九一建案开箱秀。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呢？今天来到新北市板桥区的江翠重化区，终于来到这里了。因为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案子非常厉害，它有水岸第一排的稀有珍贵景观，再来呢，它旁边有5700米的河岸环绕，又是区域内最高的建筑物，从首购族到换屋族都非常适合。哎，我是不是还没 cue 我们实习主持人出来？欢迎玉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璇。你是不是在那边等很久啊？超久，好热啊！全身都汗了，好不好？热。哎，但你是不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建案啊？对啊，我之前都在家里滑591而已。那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来对了。你看，假山林地景。哇，这名字看起来超威耶，很强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它是假山林跟立信两大品牌的联手，这次一口气在江翠重化区推出4块建案。哎，可是我记得目前是不是只有销售2块而已啊？对，它先销售2块，它先销售地景2号的基地跟3号的基地，这两个案子都是主打水岸第一排。那开价大概是55到60万一平，但重点，我先带你看那个东西。因为你看这一片就是假山林地景的区域模型，很大方，10公尺这么大吧？差不多，它是整片都是江翠重化区，主要啦这边就是淡汉溪跟新店溪交汇而成的一个重化区，区域内其实利多很多，再加上很多建商抢进来想推案，所以其实购物者选择也蛮多的。我记得江翠重化区有分 A 到 G 区，那我们的地景二号是在我们的 C 区。C 区啊，跨过大汉桥之后是地景3号，对，是在我们的 D 区。D 区不错哦，玉璇你有做功课。没错，因为这两个案子都是主打水岸第一排的优势。那它的交通机能怎么样呢？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边主要区域内是依靠板南线的江子翠站，还有新埔站。那环状线刚开通嘛，所以它的新埔民生站也蛮近的。新埔民生站最新开通，对吧？对，就在隔壁，旁边就是646快速道路。对，所以其实开车族也很方便。那你更不用说是它的休闲机能，因为整个5700米的水岸，你说那个江翠河滨公园，对，旁边还有新海人工湿地，湿地两片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接在一起的。那区域内其实国小、国中啦，采买机能也都是逐步到位了啦。那地景的坪数规划如何呢？维新，好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地景二号的话，它占地大概1400平，整栋都会是 SRC 的结构。那它的坪数比较大一点点，有48跟85平两种产品。那它到时候会是江翠重化区最高的建筑物，最高。我刚刚看到平面图，吓到，1层6户，3步梯，梯户坪很刚好哎，很刚好啊。而且它零店面设计，没错。那三号的话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的规模就小一点点了，但是它的坪数从2房19平起跳，所以首购族就可以负担。那它是1层6户2步梯。对，公社很多很多，健身房、卡拉 OK 通通都有，都有啦。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看一下样品屋。好啊，走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第一间先来看地景二号 A7户48平3+1房的房子。这间样品屋它的大门在这边。所以这个走道是有包含在坪数内的，没错。你知道那个旧公寓会有那种前阳台进出，就类似落成区，到时候它就会配合结构，这边会有一个挑空，这边会做一个女儿墙起来，你就可以先坐在这个鞋柜换鞋子。哦，难怪他这边要摆一个鞋柜在这边。对啊，那这样走到空间会不会有点窄？其实还好，因为现在鞋子大概不超过30公分，所以你鞋柜做个35到40公分就可以。那我们的肩膀大概是45到55公分，所以你走道宽度保持在60公分以上就可以了。那刚好这边走道是120公分，扣掉40公分的鞋柜，我们还有80公分的通道。没错，所以其实很 OK 啦，还不错。对，看一下室内。哇塞，这餐厅会不会太豪华了点？很像那种餐酒馆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对，但它桌子可以再大一点，我觉得摆10人坐也不是问题，蛮刚好的，蛮刚好。然后这一间地景二号，它的样品屋目前楼高是3.3米，但是实际上标准层是3.5米。旁边这边还有一间，旁边这边有一个客浴。对，然后还有3件式配备跟一个对外窗，没错。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客餐厅是连成一个动线的，所以其实整个宽敞感啊、气势都蛮不错。我记得这一窗户就是面合景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它是面合景，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窗户开得特别大。然后它这里客厅的面宽大概会在3.5米左右。然后重点，里面主卧室其实它也是可以看得到合景的哦。
哇，那感觉就是你的房间啊。你懂，就是有自己的梳妆台，然后有自己的衣柜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生活很惬意，真的很棒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啦，因为合景宅很重要的还是它的开窗。对，但是你开窗到底是开在哪一个方位，比方说面东或面南这样子的窗户是比较讨喜，因为采光通风比较好。那面北，像这间就是面北也 OK， 要小心的是面西的。面西西晒很热很热，像你很容易流汗，超会流，没办法。那我们看一下主卧卫浴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看主卧卫浴的话，在这边它主要全部都是使用头透的品牌，有免治马桶，四件式的套组，所以里面还有一个浴缸，尺寸也都蛮刚好的。文心文心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个超棒的，我可以在这边打捞一整天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就是加衣房，就是到时候交屋的时候会留这个空间给你，那你可以弹性运用，不然你就客变的时候可以把它隔起来变第四间房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左右两边各一间次卧室，嗯，空间蛮大的耶。对、啊、而且布置也都很可爱，嗯、主要这个就是适合换屋族群啦。如果你小朋友比较大一点，就可以各有自己的房间，保留隐私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还没看厨房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，忘了跟你介绍厨房，厨房在前面啦，它是隔间式的厨房，我觉得空间蛮大的，像妈妈、女儿有没有新？全部都挤进去，都可以挤进去，因为它的面宽就有1.6米，然后是使用北美的品牌美瑞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林内的双口炉啊、三机，通通都有附给你啦。可是48平这间是不错、嗯，但是总价有点高。哦，你觉得有点贵，可不可以推荐我小间的、啊？好啦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另外一间。为什么跟你介绍这是地景三号 A7户，33平三房的空间，我觉得这间就蛮适合首购族的。哇，它一进来有个玄关嘞，通常这种小平数不是开门见窗，不然就是有个阳台。对，那种就是穿堂煞，所以有人就会忌讳。像这样子，你保留一个2米左右的玄关，就可以有效做一个缓冲阻隔。那进来这边就是餐厅的位置。哇，它是千鸟格纹的哎。对。旁边有一个餐橱柜。嗯。厨房在这边，做完菜不就直接端上来？聪明。我这边跟你讲，在地景三号这边，它标准层的楼高是3.3米，实际样品屋的表现是3米左右，我觉得也蛮刚好的。那前方这一边呢，客厅它的面宽大概是2.85米。开窗面一样，从左到右开到最大。哎，维新，我刚刚绕一绕，发现里面完全没有柱子、嗯，是不是因为样品屋才这样？不是，人家是外柱的设计，因为你看它的加配图，黑色方块那个就是柱子，全部都落在墙外面，所以它就是室内无柱的设计，它可以让室内的坪效做到最大，也可以让你赢得更多实在的面积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旁边的主卧室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一间很方正？这个也太棒了吧！对，就是你床铺一样可以三边落地，该有的都有，也有主卧卫浴。那次卧室是不是在另外一边？对，次卧室在那边。哇，左右两边各一间次卧室，嗯，但它是放单人床，空间是不是比较狭窄一点呢？难免的、啊，你要想33平，我要挤3间房间，所以次卧室就稍微压缩一点、嗯。但要提醒大家，这一户是没有合景的哦，还是要先 check。不过我会觉得首购族蛮适合，因为它等于是一次到位的产品。你结婚生 baby， 你不用再换房了。真的耶？对，你等于 baby 生了，你就是睡次卧室啊，很刚好。看完这两间，我今天觉得好多东西哦。有学到哈？有有有有。那你选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间样品屋？我自己就喜欢33平的这一间。为什么？当然是总价2000万，我买3房。我就直接成家了、欸、也是，虽然它的次卧室比较狭窄一点，但是未来性考量我觉得很好规划、欸、比较好规划。对，但我个人会比较喜欢48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忘记它是合景宅、哦、对对对对，合景，对，我觉得是无可取代，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卖点、嗯、那再加上它客餐厅其实空间很宽敞，又可以隔出第四间房，我可以把我爸妈直接来住、嗯、對對對對，你知道吗？也是孝顺，很孝顺啊。但我会觉得啦，有可能它前阳台进出这个会是一个抗性哦，每个人考量的点不一样，不然观众朋友在底下留言，看你喜欢哪一间。那我们今天结束就到这边，还没，还没，不是要走了吗？节目结束了，收工了哎、欸，我帮你准备特训，先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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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，不要，动起来，快点啦，快点，我要回家了。哔哔哔哔，动作快一点，先生你在干嘛？怎样？我刚刚在旁边租 U bike， 虽然很近啊，但天气太热了，都湿成这样。你看 ，OK 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里是江子翠河滨公园最有名的地方，全长5700米，又正对假山林地景的
基地，好，这就是你今天的任务了。我的任务，你叫我骑完这全程，你就附近机能带大家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什么捷运站、商圈啦、学校，记得都要去到、哦。等一下，是不是一起骑？都要去到，我先回现在中心，好，回来，再见，一起，快点，快点 ，Go Go Go！ 哎哎哎，也太热了吧！第一次出外景就逼我要离职。但是我看旁边还有绿地运动场，机能还不错。又很热，你看撕成这个样子、okay 啊。快点，我们还有建案要分析。好，你分析，好好你分析。好，我先帮大家分析一下假山林地景这个案子，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话是位在江翠从化区的 C 区跟 D 区、嗯，水岸第一排是它最主打的优势啦。那5700米的河滨公园就在旁边嘛，坪数上面的话它有大有小，所以首购族到换屋族都可以找到适合的。结构方面呢，它地景二号全栋都是 SRC。哇，已经豪宅等级的结构哎。是啊，那另外我们从坪数上面来分析的话，48坪那一户呢，主要是前阳台进出，我觉得可能部分的客群会有一些却步。33坪的话是次卧室比较狭窄一点点，那厨具跟卫浴品牌比较基本款。不过它的室内无柱这个设计其实是真的蛮优质的，因为等于室内坪效做到最大。对。但换算总价来说，口袋还是要有点深度吧。一定的啦，因为这边江翠嘛，它目前开价是55到60万一平、那不二价的销售，所以你可能一户都2000万起跳。刚刚看了户头，我觉得我还要再加油。加油好吗？好不好？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优缺点。只要这边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按赞分享。顺便问大家，水岸宅值不值得买？值得买，不值得买？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哎，你忘了说要订阅跟按小铃铛。随便啦，不会有人订阅啦。哦、对啊，反正大家都不订阅嘛。不要订阅啊！都不订阅啊！不要订啊！都不订啊！算了，走了啦。都不订阅没？走走走。